别过来，过来我打死他！听见没有？别过来，别过来！再给我打死他！别杀我太太！等等，我不救他，他会死的。这事跟他没关系，还是别管了。把枪放下！别过来！滚开了！没事吧，先生？火车快到上海了，已经安全了。刚才那个人呢？他已经死了。真是够折腾的。夏先生，蓝夫人，我是上海情报科的菊池，初次见面。请多多关照。哦，是菊池先生，幸会幸会，一路上辛苦了。我们倒没什么，辛苦的是他们，这是他们应该做的。夏先生，您不必介怀。夏先生，蓝夫人，这边请。刚才的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咱们跟着去看看究竟。等会儿，一路上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，到了上海就更难了，要尽快报告站长。好，我跟着他们，你回去报告。老徐同志，我这次来想跟你说，军统想要策反夏正平，可是这一路日本人保护得非常严密，我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接触。现在夏正平应该已经被接到军部了。军统也想策反夏正平？可惜呀，晚了一步。什么意思？夏正平的妻子叫蓝雨嫣，她已经被我们策反了。怪不得呢。我在火车上好像见到了自己的同志，他叫张震呐。你们见过面呐？半年前，在杭州，组织上派他去跟夏正平接头。张震同志，怎么了？他牺牲了。什么？当时蓝雨嫣在洗手间，不知道日本人怎么在洗手间也发现了张震，还发生了枪战。因为我当时身边有军统的人，不能出手救他。这不能怨你。这么说，张震已经跟夏正平接上头了。老徐同志，为了一个夏正平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值得吗？值得。这个夏正平非常重要啊，他是一个著名的法币专家，他曾经在花旗银行成功的修复过法币的垫板。这次日本人让他出来，我想一定跟法币垫板有关。日本人想要干嘛？想要造假币？夏先生，您看看这块垫板有问题吗？
日本人，这是要破坏我们中国的经济。你想一下，如果假币真的造出来并投放了中国的市场，那会给中国的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呀，就会引起恶性的通货膨胀。到那个时候，人心惶惶，谁还能有心思去抗战呢？所以，这个夏正平非常的重要。我现在就搞不明白了。 日本人是怎么得到法币垫板的？军统那边有情报，说有一块法币垫板在香港被抢了。的确是真的。不过啊，破损很严重。这响臂是在运输的过程中受到过什么猛烈的撞击啊？得到它的过程确实经过了一场枪战，当然。 难免有些破损，夏先生，您看它能修复吗？这就是你们来找我的目的吧？是的，夏先生，拜托了。这要修复起来啊，很麻烦。我有个条件，您说。 我想能不能先看看这个垫板的样品，只有在看完样品之后，我才能更好的发现这个垫板的问题出在哪里了。好，我现在马上派人去印刷。夏先生，您到上海来，我特意为你准备了一间工作室，夏先生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咱们改天吧，我和太太是一路奔波。 十分疲惫了，想今天早些休息。好，那鄙人就过打扰夏先生了，请。好，这就对了。这说明法币垫板真的在日本人手里，而且因为某种原因已经损坏了，所以他们请出夏正平要来修复。现在怎么办？组织上有什么安排吗？组织上让我们想办法把夏正平夫妇和垫板。 都带出来，还要求我们要把他们俩和垫板都护送到根据地。卓宁，这个任务非常的艰巨，日本人一定会对夏正平设以层层的保护，不可能让我们随便的接受他。但是这个任务又非常重要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完成，不能让老张同志白白的牺牲啊！ 站长，夏正平蓝雨渊夫妇受到日本人及其严格的监视，我跟傅小刚一直找不到机会跟他们都接触，只留下了电话号码。不过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夏正平并没有及时的揭发我们，说明我们还是有策反的可能性。夏正平是个人才啊，重庆方面很想得到他。对了。 他老婆正在怀孕，你可以从这方面着手，来游说他。明白。同时，最主要的还是要从鬼子手上把我们的垫板抢回来。鬼子急于把夏正平带回上海，说明他们手上的法币垫板可能受损，急于请他来修复，这是一个好机会。进来，站长卓宁，有什么情况？ 都查清楚了，夏正平夫妇就住在城西的一个潇湘别墅。不过鬼子看守的非常严密。站长，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潇湘别墅。宋卓宁、傅小刚，到。你们想办法再次接触他，请他合作盗取电板。不管他开出什么条件，都答应他。是。 这么多人盯着，咱们很难动手。看来这个夏正平真的不简单。先不要急着动手，再等等。
这个可是法国拿破仑最喜欢喝的香槟酒啊！二位尝尝。哎，菊池先生，且慢大开啊！首先呢，非常感谢菊池先生对我夫妻爱人的盛情款待，夏某真是受之有愧啊。听说这钱币的样品已经出来了，咱们不妨先去看看。说句不怕菊池先生见笑的话，这次是否能够修复这块垫板，在下现在。 是在心里没底啊，夏先生对工作的认真态度，真是令菊池敬佩不已啊！啊，夫人，那您就稍等片刻。夏先生，楼上请。哦，请。大佐閣下。男子さんはちょっとこの見本みたいだ。 送我去到この見本みたいだ。送られてきました。夏先生、金光。你去把我的工具箱取来。在什么地方？在我太太那里。 夏夫人，夏先生想要他的公鸡箱。哦，好的。夏夫人，夏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夏夫人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肚子突然好痛，快点去叫诊病。没事吧？ 报告。どうした？ 夏夫人，夏先生，刚才说你夫人好像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去看看。啊，夏先生，夫人一定是旅途劳累。 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我肚子突然绞痛，不知道是怎么了。好，那我们马上送你去医院。我的狗，好，库鲁玛优一下在。好。振平呢？夏先生他现在正在工作，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他了吧。振平不在，我哪都不去。 好，那我去请夏先生。夏先生，怎么样了？菊池先生，请过来看一看，在这些样品。 都有瑕疵，而且非常的明显。您请稍等，这是张真，您再对比一下，就更清楚了。
这样品的花纹上好像多了一条线。嗯，这就说明啊，在这些钞票印制的店铺，这个位置破损非常的严重。那如果是一个普通人，他的肉眼都能比较出来，这些印制出来的就是假币。那能修复吗？巨石先生，这个垫板的破损程度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，如果真想修复它，恐怕得花很长时间了。那就拜托您了。好。哎，我太太怎么样？哦，我准备送她去医院，可是夫人非要你一同前往。这么严重？那咱们去看看。好，进。雨嫣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突然痛得厉害，很痛。你走太急了，上次忘了这个给你了。说好了，按照这个电话号码和我们联系。喂，喂，请问是虹口医院吗？请赶快给我派辆车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什么？打错了？夏先生，这种小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，车我都已经备好了，等一会儿武藤君会和你们一起去的。雨嫣，喂，马上去虹口医院。不好意思，医生要为病人检查，你们不能进去。二人はしっかり守れ。大佐に連絡してくれ。何かあればすぐに報告するんだ。はい。你太太的胎心啊不稳，而且还有严重的高血压。高血压？怎么会这样呢？妊娠高血压中，孕妇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，要注意休息。我会让护士给你们送点药来。好的，谢谢。袁，怎么会这样？开始没事儿，后来是真的。没事儿，只要你陪在我身边就好了。对了，你确定他们接到电话了吗？应该接到了，不过现在这一切对咱们来说都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你的健康。正平，别因为我耽误了正事儿。我答应你。门口站着两个，旁边坐着一个，一会儿进去，动手一定要快。这是妇产科，你进去不太方便，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。那好吧，注意安全。検査しろ。
进去。哦，你好，请给我太太用药吧。你怎么还站着不动啊？94342。你是来接头的？是的，夏先生。请问电板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太好了，记得一定要带在身上，我们晚上会来救你们。今天不行。为什么？我太太现在有严重的高血压，她经不起折腾，今天绝不能走。可是夏先生，这电板和你对我们中国意味着什么，你应该比我清楚。今天晚上是最佳时机，错过今晚就没机会了。电板对你们很重要，可我的太太对我更重要。今天我们绝对不能走。如果你留在日本人那里，就真成汉奸了。为了雨嫣，我当什么都可以。振平，好了，你不要说了，请你马上就离开。这外面都是日本人，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进来。你是这里的护士吗？是啊，咋了？不是已经有人送药进去了吗？你没看见我是来量血压的吗？量血压。这血压刚才不是量过了吗？你是谁？我猜就是你。宋卓宁，你不是军统的人吗？难道现在也开始保护汉奸了？他们不是汉奸，已经被策反了，是爱国人士。少废话，汉奸就是汉奸，我只知道他是该杀的人。夏先生，看到了吧？如果你真的做了汉奸，到时候会有多少人来杀你？别怕，他不是坏人，是锄奸团的，但下次你就没那么幸运。正平，听他的。开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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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生什么事？没事儿。为什么锁门？这里是妇产科，不锁门难道让男人随便进来吗？夏太太，注意休息。夏先生，他们真的是来检查的吗？对，他们是护士。哎，你这进来干什么？我的太太正在休息啊。夏太太，您该吃药了。又来送药。さっきの二人は怪しいぞ。連れてこい。はいはい。分开走。有事吗？是你？对不起，有没有一个这么高的护士来过这里？没有啊，我这儿没有护士。打扰了。你来医院干什么？执行任务。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，我不管你执行什么任务，请不要妨碍我的工作。你这么走肯定不行。
带上他，跟我走。你给二号床病人换下药，16号病人还得继续吃流食。你来的真是时候。走。彭大哥，咱们走。你也来杀夏振平？咱俩来干嘛？跟你没关系。你的话我不会信的，除非你拿出证据来。军统的事儿，不需要告诉你，也无需向你证明。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他会告诉你的，千万别杀错了好人。哎，哎，你还叫他干嘛？你跟他说了什么？刚才我差一点就杀了那个狗汉奸了，结果被他阻止了，说什么夏正平已经被策反了，什么策不策反的，他们干他们的，咱们干咱们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，也没必要。总跟军统的人扯在一起。老徐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行动。出发。你们俩怎么来了？紧急任务，我们的人从宪兵队传回来消息，电板在夏正平手里。站长命令我们去肖阳别墅，把夏正平和电板接回来。那走吧。怎么只有一块，还有一面呢？日本人就给了我这一块，你放心，没这一块啊，他们照样印不出假的法币。正平，是我先答应的党组织，你会不会后悔？我这有什么可后悔的？为了你和孩子，这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正平，谢谢你，咱们是夫妻。放心吧，只要过了今天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振平，就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估计是他们来接咱们了。
怎么这么安静啊？你看，糟了，有人捷足先登了。张忠，你留在车里接应我们，我们俩去看看。好。夏正平是想我们亡国呀，所以他必须要死。你在楼下搜，我到楼上看看。是。先别行动。卓宁脱不了身，军统的人也来了。好的，小安，备车去。是。住手！怎么是你？你不能杀他们。夏先生已经答应我，带着电板跟我离开了。把电板给我。我为什么要给你？我不相信你。天哥，没时间跟你解释了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夏先生，电板带了吗？跟我走。我不走。我为什么要走？他是来杀我的。不交出来是吧？别动手，别动手。我们走，我们走。卓宁，楼上什么情况？夏正平找到了。天哥，这不是军统的任务，你尽力配合我。夏先生，我们走吧，鬼子快来了，走。洪天哥，卓宁，怎么跟他在一起？没时间跟你解释了。把电板呢，交给我。老徐，你可来了。洪天哥，你也来了。电板呢？在夏先生身上。夏先生，这是老徐，是我们自己人。夏先生，我是老徐，接你的车都准备好了。我的任务是护送你们夫妇到大昆山，到了那边以后，会有人接应你们的。鬼子过来了，我们的人已经给他接上火了，我们来掩护，你们快走，快走。人質を傷つけるんじゃない。奴らを保護しろ。上车。上车。老徐，卓宁，我不能护送他们了，你带我完成任务，把他们送到大昆山，那里有咱们的同志接应，快走，上车呀，我们掩护你们。王硕林，快掩护他们。
不对。喂，亚次郎，你干啥？你没事吧？被人暗算了。周宁呢？我见他和彭天哥带着夏立明夫妇已经走了，什么情况？夏先生，放心，我们都安排好了，不会有事。真没想到，我们会和杀我的人一起逃亡。去哪儿？朝北路。为什么不回军统？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身份？你都猜到了，还问我？那老徐他们呢？也是。我要去大昆山，那有我们的同志在接应。你是国军的少校，如果不想跟我一起冒险，我不会勉强你。你现在就可以下车，我自己送他们。我对共产党没什么成见，只要是抗日的爱国行动，我一定会参加。再说，没有我，你一个人能行吗？保持镇定，出了城咱们就安全了。证件。这么晚了要去哪儿啊？这是我表姐，她父亲病重，我们要回乡下。喂，聞こえないぞ。もしもし。おいおい。干什么？什么东西拿出来？拿出来。どうせ止めろ。この妊婦は手配犯だ。あ、うっ、電話して報告してこい。はい。应该是水箱爆了，我们得步行了。后台可经不起折腾。夏先生，我们现在不走，日本人很快就会追上来的。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夏太太。没事儿，我可以坚持。走吧。走吧。进来。站长。站长。怎么就你们两个？夏正平呢？卓宁没回来吗？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止めろ！二手に分かれて追え！はい！はい！
我当时被打晕了。站长，我见到卓宁跟彭天哥在一块儿。彭天哥？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跟彭天哥在一起的。站长，彭天哥的身份一直很可疑。你说卓宁会不会已经叛变了，和他一起劫走了夏正平？你就别在这儿乱说了，你没接应到他们，你就说他叛变了。进来。站长，刚刚接到消息，伏羲路关卡发生枪战。枪战？站长，一定是他们。小刚、郑忠，你们马上救出宋哲宁，无论如何要把电板带回来。